夏天是马来西亚榴莲最当造的季节，最近位于湾仔码头的 Pier 1929就推出了榴莲放题盛宴，等一众榴莲 fans 可以在2.5小时之内无限任食多款马来西亚榴莲和多款榴莲美点，走到去门口已经闻到阵阵的榴莲飘香。今次榴莲放题每日都有5款榴莲提供，款式不定时更换，榴莲保证是当地收果之后24小时内空运到港，而现场还会有师傅即开榴莲够晒新鲜，包括有最受欢迎的猫山王、色泽金黄、味道浓郁鲜甜，亦有人气的 D24 榴莲，气味香浓，入口口感好绵密，触觉味道香甜爽口，黑刺坊间少见，价钱是最名贵。 D101 质感较为软滑，另外还有榴莲炖鸡汤和7款榴莲美点。如果想一次过吃到多款不同品种的榴莲，不妨留意一下啦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